大家前阵子有看动画《我推的孩子》吗？这部作品由有闪亮又可爱的偶像角色以及预算炸裂的精致舞蹈片段而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而就在第一季结束之后，我们意外发现，在《我推的 YouTube 官方频道上面竟然有释出舞蹈老师真人示范影片，不只有毕小婷的豪肌肉主打歌，还有小苏打童星的青椒体操，以及真人版皮耶勇开机舞，超闹超好看的。然后我们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推》举办的毕小婷的实体虚拟演唱会，背后想必就是这些老师们在后台用 5G 连线当中之人吧。而这样子的表演呢，其实已经能够在台湾实现了。2021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幕时，就邀请到了虚拟偶像轻轨少女队登台演出。高楼有全馆建制的 5G 环境，透过传输低延迟的优势，轻轨少女的舞台动作非常流畅，跟台下观众的互动交流也完全及时。未来要是能够再搭配全息投影灯的技术，让虚拟偶像火起来，真的不是不可能啊！只想要看看会动的小爱啊！那么大家有想要看看谁的虚拟演唱会吗？